的话，对，这一位都不行哦，他们是同一个柜子不行哦，其他的都可以。B 那边。为什么跟健身房看烂中？可以先看一下，你可以先跟着训练比较上手。你玩了吗？好，顺着，顺着陈老师。因为接回去你可以请那个宝宝给你看啊，所以你可以先翻一下，看看是不是真的要变。或许你改变主意，那就可以啊。那你要可以自己看看啊，如果你要喜欢再去接回家，好吧？要放回去，你要记得它是放哪里，不要乱放下。